我给大家测试一下那个虐杀原型。这个咱们就跳过吧。咱们就直接用车丢他们就好。丢他们就行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就完全顶不住。这是满的60啊，他这个游戏其实还是有挺多问题的。你看他这个车刷的都是出租车，这开放世界其实做的并不太完美。这个游戏的问题还是声音太小了。包括我们在天上的话不行啊。还有吗？这个锤子还是挺牛逼的。哈哈。这一下就可以把它秒掉。我记着现在还不能放致命痛处啊。哈哈，这些怪就是特别的经典。
尼根儿。其实虽然是几年前的游戏，但这游戏还是挺好玩的。一我觉得还是比二要好玩一点。哈哈。来，我们把这个指挥官抓住啊！致命痛楚。呀，这个世界安静了。那个被解剖了，呵呵，阿里克斯摸索。刚才只是让我们爽一爽，现在这个车的话，你看刷的其实还是有问题啊，都差不太多的车。这些车我估计是提前场景做好的。就躲在车后面就行了。
基本上是满的，1035机器还是比8100Y 强很多的。那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。